两套日本制的玻璃钵。那首先看到这边，它这个是有点类似做这种冰块不规则造型的大锅，打开一下它里面，就容量还蛮大的，它可以用来装冷面啊、冷盘、沙拉等等都可以。那装起来的这个效果看起来都会蛮清凉。那底下呢也有这样子的凹纹。那另外一套呢是这样子的素的这个玻璃钵，那它的厚度还蛮厚的，就比较耐用。那一样也是平常如果要喝绿豆汤啊，或者是做沙拉锅也都很适合。那这边这一组呢总共有五件，那这边呢大组的有四件，给大家参考。